真可爱呀、啊！啊，请问你不理我是因为生我气？再说了，顾阳若这人又傲娇又自大，还没有同情心。你不说话那就是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生我气啊？因为你傲娇自大，还缺少同情心。你说我，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啊。整天跟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炸，真不让那些女孩喜欢的。蜜蜂啊！我的脚！ไอจีอี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